自己选的爱豆配着眼药粉丸。如果你有机会演哈利波特，中国版的哈利波特罗恩，或者是不是想演哈利波特？我想演谁？想演罗恩。罗恩的为啥呢？因为他就跟赫敏。白鹿这青春期追星史太真实了，人家都在初恋的时候我在追星。杨千玺又会唱歌又会跳舞，然后什么吉他什么演戏啊，有内涵的男生还蛮喜欢，还蛮喜欢的。说三首你最喜欢的歌。和你、水星记、蜜蜂。翟秀文前两集一直说这歌我是你的忠实粉丝。我不喜欢这首歌，没有一首是我的，没有一首是我的。当周深见到周迅，会演戏又会唱歌，人又这么好，又这么美丽。对不起，我是他的粉丝。王子还没有来过我们节目哈、啊，如果他来可以吗？你可以吗？别让我先开心，然后让我失望。我们掌声欢迎杨子。Hello， 到底啦。杨子今天没有空，所以没办法。哇哇哇！微博之夜见过你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害羞啦。撞了有多少卡？150。绝对不止，真的。周杰伦怎么胖的？周杰伦怎么胖的？哎，剪掉啊！得罪不起啊！被他粉丝围攻。哇，这第一个。马老师呢，本身是小 S 徐熙娣的铁粉。当初我跟小 S 曾经就是大家以为我们在吵架，但其实没有。然后他身为那个熙娣的粉丝，差不多了，我们觉得。身为熙娣的粉丝，他就写说。清风老师，你要知道，西弟一定没有那个意思的，你不要生他的气。马龙像极了追星时的我本人。我见他我都不敢跟他说话，感觉他气场太强大了。他给我签个名，然后给我写“马龙比赛加油”，让我后来两个星期没睡着觉。两个星期没睡着觉。后来我就放在电视的上面了，挂在那儿了。你这么兴奋啊？巨兴奋。有一个非常害羞的小朋友喜欢花花老师。谁呀、啊、喜欢花花、哦、他会关注花花老师的行程。关注行程？花花老师工作室发出来的行程。柯俊霖老歌迷，再拉一个过来帮忙。我来吧，柯俊霖。我过去。给我亲了，今天依然我干什么就明说出来就行了。今天你看了姐姐真漂亮，我脸都给你笑烂了。我太喜欢迪丽热巴了，中国新的迪丽热巴还是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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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毛病吗？我哥哥哇会跳的舞种这么那个摧毁舞啊，是啊，模糊哇，那我可能是坐在后面。在两点半消失，都没听过吧、啊、如果你长得也帅哥，如何保持这么优越的发量？可以说饭。偶像是丁程鑫师兄。对，丁程鑫师兄还有王源师兄。那请问你经常见到偶像？也不算经常吧，见了几次。就这种进朋友公司当同事是偶像感觉爽。爽。主持人简直是追星的我本人，偶像亲自为我喷定型喷雾。我喷的。千玺随便怎么喷，想怎么喷就怎么喷，我都 OK。 来吧，我可以自动转。千玺人生高光的时刻，我决定一件事儿。千玺，直到咱们下次再见面之前，这个头我回去肯定是都不洗了。周迅 I miss you, give your number. Really? 131 131。等会儿来了。你看到王菲是什么样的心情啊？怂了，怎么了？怂了，不是我不想表现的，就是太怂，知道吧？腿软，真的长不住那种，我喜欢刘德华，我看着他的那个海报，我天天要吻他一下，我才可以睡觉的。刘德华跟谁呀、啊？跟谁呀、啊？啊？贾玲。我老公，刘德华。
所周知啊，他特别喜欢刘德华，喜欢到什么程度呢？就是我们在他面前要提到刘德华的话，不能叫刘德华，那叫啥呢？叫啥呢？姐夫。很崇拜刘德华，但是一直觉得呢，两个人这么多年了，感情一直很好。你稍微那什么，让言承旭多演一演呢？对不对？你下来，我就咬你，我都想啊啊，我都想替你把他推下去。你不可以这样欺负他。你别打了，你打什么？你打，你打什么？你打！你在那傻乐啥呢？他刚哭，他刚保护我呢。我打的我累的我汗都出来了啊！我往旁边一扫。我就欣赏他了，这我都不明白，这以后你万一有老公了，看着这玩意儿，这，哎，不是，你怎么就确定不能是他呀？我是今天的晚会主持人杨洋。刷开微博，然后点开了范丞丞的微博。我的妈呀，我的儿子终于发微博了啊！他怎么这么帅？我的妈呀，真的是太可爱了吧！哎呀，这有神颜神颜，真的是天神下凡。小凯你好，我是你的粉丝，我可以采访到你，真的好兴奋啊，真的好兴奋啊！你有偶像包袱吗？了解你的人都知道没有的，太棒棒了！你是有颜任性，随便说，让他当然，让他当然。红人小宝贝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喊你的名字，他平时会有什么昵称吗？美人，阿姨，姐姐粉的话就是游击队，哎呀，好帅，好帅，好帅！阿姨粉就是护着，走走，让我儿子走，走走，让我儿子走。以前总是在想，为什么小宋这么喜欢怒音？不仅唱歌的时候要加怒音，不在乎解释的娃娃，娃娃，我就是喜欢你，可我没有眼不让我。直到我看到了他的偶像谭维维，我的冠军的来自沈阳的那英，那英。追星还得看颜浩翔的，和爱豆拥有同款八二年烟嗓。两个人的声线也太合了，浩翔在排练期间也要跳他加尔哥跳过的舞。现在连王嘉尔同款蹲蹲桶也火速安排上了，嘉尔走到哪里带到哪里的蹲蹲桶，最强干水人严浩翔值得拥有，你可以永远相信严浩翔追星的速度。